保守的一个概念嘛。那既然大家都是有持反对的态度，那我们当然是要解决积水的问题啊。但是积水问题解决，就像那个议员讲的，不一定要用这个公法嘛。那是不是能容许公维处回去，然后再研究看看怎么做一个处理？不能先要先回帖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先回帖再研究，先回帖再研究。对，我们一句话讲的，因为现在吼，就是说。你还要回去研究，所以势必一定要停工。停工一定要回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停工，我不知道你要讨论多久嘛。那如果有人摔下去怎么办？听我讲的话，我会把你们的，我会把你们意见带回去嘛。你懂我意思？我会把你们意见会带回去嘛。那当然就是安全措施，对了，他们的安全措施。因为你开玩笑，我会把你们意见带回去。那到底我当然是会尽快的方式，看看怎么做处理。我会看我们长官报告嘛，那怎么来做一个处理？副总，对，你要快。台北工程师快太多了，全跟着你。工程一看你都看得懂，外眼人都看得懂啦。台北做多少工程啊？这种请问你这张图你有没有看过？我看一下吧。你瞄一下，你哪有看过就知啊。我们那个哈，我大家讲哦，这张图是广慈 BOT 案的，一个。